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征召杨文科竞选连任新竹县长，党主席朱立伦赞许杨文科常年推动当地发展。朱立伦特别提到杨文科当年陪同李国鼎视察竹科基地的照片，让他非常感动。当时从无到有，今天竹科的发展都看到杨文科的身影，这位科技人成为新竹县今天发展的舵手。朱立伦肯定杨文科在新竹县的建设，同时希望带动国民党在新竹市的选情。我一定会率我的团队，对我们所有的乡亲来全力的以赴，甚至于割肉输血，无怨无悔。反转南投，赢回宜兰。而民进党中执会通过宜兰与南投提名，由宜兰市长江聪渊主打青年勤政，要赢回宜兰。南投县则由前行政院中部办公室执行长蔡培慧出马角逐。我们所有的台湾队友，我们共同来相挺宜兰英娜、江崇渊，南投的女儿蔡培慧，让我们一起赢回宜兰，翻转南投。党主席蔡英文说，要在地方县市擦亮绿色执政招牌，回应人民期待。年底选战更要展现民进党执政能力与团结的意志。新唐电视王冠霖、刘自莹台的报道。